所以我是坚信有外星人存在的。人类文明再一次进化的唯一方法就是找到外星人。声色犬马，口腹之欲，那都是消费主义的陷阱，那都是阻止人类再进化的藩篱，对吧？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记起？曾与我同行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请指引我靠近你。再后来，他们就离婚了嘛，然后我就跟着我妈妈搬走了。我说爸爸去哪儿了？然后他跟我说，哦，你爸爸就被你看到的飞碟抓走了。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我前行。你啊，自杀的那个凌晨，他给我发了一条短消息，他问了我一个问题：我们人类存在在这个宇宙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我前行。我写了一首诗，是献给我女儿的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？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喝进去之后，就像交通工具一样，比飞碟，比什么都。想去哪儿去？